圆润的小光头。咦，妈呀，这时候还在死，等于一个奇迹。看到没有，都是大米。如果你也喜欢吃小八爪，给你看一下咱们家熟食的迷你八爪鱼，回家呀加热一下即可食用，鲜香麻辣，肉啊特别的 Q 弹。这一包啊是半斤。这满满的大碗，我呀替你们尝一个。还有粉丝啊问我猫眼螺和海螺的区别是在哪里，今天啊再给大家看一下，咱这个是海螺。海螺的表面呀和猫眼螺它就不一样。出来还不出来，赢了。它的膏呀在里面就不出来了。海螺呀是有苦胆，干黑色的是它的苦胆，去掉，这是它的干。猫眼螺呀没有干没有苦胆，可以呀直接吃。出来了，剩下的大肉啊可以直接吃。猫眼螺，今天没掰成功。猫眼螺呀没有苦胆，没有内脏，可以直接吃。卡秃噜皮的迷你八爪鱼。大米哦。那叫一个香。如果你也喜欢吃八爪鱼，你不会做朋友，看一下咱们家熟食的迷你八爪鱼，去过牙齿，去过内脏，味道鲜香麻辣，就是这样，特别的 Q 弹。这一包也是半斤，我的天，装不下了。这一家人啊，他足够吃了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房子给我吃，来上一单，回家呀特别下饭。大袋子，最近腰比较疼，咱吃个海里的大腰子补。天，精华部分，这就是精华部分了，大肉，夏天烧烤必备粉丝袋子。香。咱们家的熟食鲜香麻辣的小鱿鱼，肉质特别的 Q 弹。你看一下厚度。来只咱家鲜嫩多汁的大鱿鱼。你看这肉。这是咱们家的熟食，回家呀加热一下即可食用，鲜香麻辣，
肉啊特别 Q 弹。开个海鲜面包蟹的盲盒，因为现在面包蟹啊不是个个都带高，看一下。如果带高呀、啊、记得给老弟来个双击。哎，好硬的壳。哦，有高有高有高，我看到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有食欲吧？有点烫。哦，哎呀，满满的都是红膏。哎，给老弟啊，来个双击。粉丝也吃，嘿，好长时间没吃我的八爪鱼了，想死他了。有木，有大米。看到没有？哎呦，如果你也想吃小迷你，给你看一下咱们家熟食的迷你八爪鱼，每包呀是半斤，你看一下。啊呀，这一大包，我的天，都装不下了。去过牙齿，去过内脏，味道呀鲜香麻辣，是吧？特别的 Q 弹，我替你们尝一下。海鲜一小锅，审核乐滋滋。吃个鲍鱼，今天鲍鱼比较大，嘿嘿。老规矩，内脏不要吃，直接扔掉。牙齿在这个位，牙齿在这个地方啊，一定要记好，牙齿是在这一块啊，也直接给它拽下来。哎，剩下的这个肉啊，又 Q 又弹又好吃。粉丝先吃，嘿嘿。还有一个，内脏，牙齿非常简单啊，直接沿着它这个纹路往下拽就可以。吃个八爪鱼。嘿，迷你八爪鱼。大米哦，大米哦。还有馍。喜欢吃八爪鱼又不会做的朋友啊，你呀看一下咱们家熟食的迷你八爪鱼，去过牙齿，去过内脏，回家呀加热一下即可食用，味道鲜香麻辣，肉质啊特别的 Q 弹。我的天，你看这一满满一大碗，哎呀都装不下了。回家呀特别的开胃，特别的下饭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豆给我吃，你呀来上一单尝尝。熟喽，吃个皮皮虾。现在已经，我们这里已经近海了，这是我们家的一点点存货，嘿，全部都是带过的皮皮虾。肥不肥？嘿嘿，个个都是带高。哎，再搂一个。只要有一个不带高呀，我们给你包掉。粉丝先吃 no。 奥小美
吃大腿，好多粉丝啊要我抱他大腿，但是啊，今天这个好像有点料。长腿八爪鱼的大米。抱他个腿。小汉堡，咦，现在的这个时候的山猪肉特别特别的肥，哎，红色的膏啊是母的，白色的是公的，你看看肥不肥？哎呀，这大肉你们分解一个，这是它的膏，这是它的裙边，都可以吃啊，都可以吃。这是它的背柱，特别精华的部分。你看看，哎呀，特别鲜，特别的嫩。我弹，嘿嘿，小迷你，大米，在阳海吃这时候啊，这个就是稀缺物，如果你也喜欢吃八爪鱼，又不会做。看一下咱们家手指的迷你八爪鱼，去过牙齿，去过内脏，我的天！你看这一包，哎呀，味道呀，鲜香麻辣，肉质啊特别 Q 弹，我呀给你们尝一下。喜欢吃迷你八爪鱼吗？我先替你们尝一尝。大米。喜欢吃八爪鱼，你又不会做，朋友别着急，看一下咱们家熟悉的迷你八爪鱼，每包呀是半斤，去过牙齿，去过内脏，味道鲜香麻辣，肉质特别 Q 弹，你看这满满一包，我的天，一家人啊，他足够吃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来上一单，尝尝。一只苍蝇见，千军万马来相见，吃个蛏王肉，嘿。咱是鲜的蛏王肉啊，记好了吃蛏王肉的规矩，拽在这个地方啊，拽在这个地方直接往下撸，这个地方不要吃，有沙子，剩下的可以直接吃。往下撸，沙囊，